送给他，好不好？全球首秀表演成功。再为大家介绍两位嘉宾，你们已经在喊了，对不对？张伟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MIC 的小新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C 小新。哇，今天呢是你们的新歌首秀时间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都是带着新歌来的。哦，我们先从张伟来，你带礼物了吗？当然有，那这张最新的就是我的写真。再来为大家介绍 MIC 的小新，支持小新，支持 MIC 的掌声。谢谢小新，今天带来的什么礼物啊？代表 MIC。对，今天是因为新专辑还没有正式的发行，所以带来的是上一张专辑我们的色 Color。哇，对对，色 Color。对，以我们的卡通人物形象做封面。哎，我觉得真的是很适合春天呀、啊，都是五彩斑斓的颜色。对对 对, 对。待会儿在新歌首秀里面 ，MIC 也会带来新歌吗？其实很遗憾的是，今天我们来非常想唱新歌，但是还是希望给大家留卖一个小关子。哦、嗯。对，希望在不久之后，我们还是会来到榜上榜来唱我们的新歌。好，我们期待。对对对，来为我们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送上祝福。对，希望所有的歌迷朋友都关注榜上榜，也希望所有内地的组合、内地的新人。都可以来我们的榜上榜来打自己的歌。好，谢谢谢谢 MSC 的小新，现在两份礼物已经在我的手里了，支持谁就为他们投票吧。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张伟凤凰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型男组合 MSC。天真回到现实，都为了都为了，快快牌还没有抽到就着急洗牌胡闹，到底是我反应慢还是生活节奏太乱？他总说 left or right but she never get it back， 开在高速公路可生活也必须在减速，他只想所有事情感情 easy coming easy go， 所有围观者闪开、yeah. She is pulling on the flow的新歌预热。